这大小姐命可真好，不过是个外室女，居然能嫁进陆家，就是可怜了二小姐。她有什么好可怜的？她嫉妒大小姐认了萧督主做义兄，还想抢她婚事，坏事做尽，活该被软禁3年。不过我听说姑爷本来就是二小姐的未婚夫。嘘，不要命了，走走走。可以出去了，萧督主到。阿兄，你来了。你传信本都，所为何事？阿兄是兰儿至亲，兰儿出嫁，自然想让阿兄送我出阁。宋家人都死绝了吗？阿兄，周围宾客皆在。何时出阁？快了，阿兄先请里面坐。他是谁？府里的疯子罢了，惊扰了阿兄。既是疯子，看管好。还不快把这疯子拖下去！我本想让你活着，可谁让你惊扰你不该惊扰的人？你死了，我才会从此安。这里是雀山，我不是死了吗？怎么回到了3年前？难道我重生？想要本都命的人多了，这种做戏的手段，嫩了些，烧了。嗯，督主饶命！刚才不是说不认识我家督主吗？怎么会这样？上一世我被丢在雀山，差点丧命，根本没遇到小野。可如今他怎么会在这？怎么不装不认识本督了？说，谁派你来？不行，我不能告诉他真相，更不能替宋叔来。万一他们已有交集，我来这里只是个意外，我不是刺客，我只是听人说督主喜庆。哪来的谬论？本督最喜欢热闹，特别是活剥人皮时，血肉翻滚，混着求饶的惨叫，好听极了。杀了！慢着，这玉佩从何而来？我自小就戴着。自小？小时候这玉就挂在我颈上，阿娘说要贴身戴着，还叮嘱我谁都不能给。督主，我真的没有骗你，我真的是宋氏嫡女，相信我。是刺客。督主，他伤得很重。督主，您身上有伤，还是我来吧。不必，去找辆马车。是。啊！你干什么？你怎么脱衣服？本督又没脱你衣裳。你不要脸！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礼义廉耻？本都是个太监，要什么礼？你受伤了，怎么伤得那么重？不怕本都了？本都南下查案，回京时遇刺，你又恰巧出现在雀山，言辞含糊，行迹诡异，本都才险些伤了你。他是在跟我解释。你若是真心的，早就没命了。本都又不吃人，你怕什么？我不怕萧督主，也多谢督主救我性命，只是我该回去了，督主可以放我离开吗？你想走？我一夜未归，府中会担忧的。本督打探过，你失踪了一夜，没一个人找过你。寺中僧人还说，你跟你的未婚夫，还有你兄长一起去的凌云寺，但他们却只带着你数节离开。昨夜山中大雨，你重伤又失温，若不是本督凑巧路过，你早就死在了那荒林里。宋唐年，你想回去，可宋家和陆家两家人没人在乎你的死。宋唐宁，当初是你自己胡闹才摔下雀山毁了脸，
这两年，兰儿为了你四处寻医求药，不惜取血为你调养身子，你却还不知足，竟还让他跪着放药，你简直就是狼心狗肺！我没让他跪着，是他害我。兰儿温柔善良，怎么可能会害你？我们都亲眼看见，你还撒谎！唐宁，你以前最是懂事，怎么会变得如此歹毒？阿兄，我没有，你为什么不信我？是他害我。 林云思那天是他摔了阿娘的长明灯，我才对了他。够了！你还在冤枉兰儿？阿兄，你别怪唐宁，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唐宁，你别急，我问过太医了，你的伤能好起来，我可以去血。你疯了！这种人你何必为他取血？宋淑兰，你装什么？你根本就没有取过血。 陆振明，我才是你的未婚妻，你背着这个恶毒女人背信弃义。闭嘴！这个蛇蝎毒妇，你当初怎么不死在雪山上？唐宁，你太让我失望。没人在乎你的死。你别说了，我求你别说了。哭什么？谁欺负你，欺负回去就是了。眼泪是最没用的东西。说的容易，可我什么都没有。 我明明是过功夫第一名，我没有得罪任何人，可我一起长大的兄长骂我、辱我，我青梅竹马的未婚夫把我生在荒野。明明是宋淑兰害我，他们却只骂我对张姐不敬，说我心思歹毒。她是什么张姐？她不过就是个见不得人的外室女，一个身份不明的孽种。他们却逼我替她遮掩身份，狗屁的处女！不许说脏话。 别哭了，不就是几个不值钱的男人，几个瞎了眼的亲戚吗？既然不喜欢，不要就是。他们如何欺你，你就如何欺回去。有本都护着，怕什么？你要杀我？本都说了，是误会。<笑>阿兄，阿兄，阿宁给你摘的梨子。阿兄，你受伤了，不疼不疼，给你捶捶。 阿兄，你为什么要走啊？阿宁是我的。你小时候可没怎么挨过。你又没见过我小时候。你脖子上戴的那块玉，是我母亲的一位姓薛的子子留下的遗物。这玉本来分为阴阳两半，他将其中一半给了我母亲，另外一半给了他至交好友，也就是你母亲。薛姨对我有再造者，当年她同我母亲说过，她有个女儿。 若是我们相见了，你该唤我一声阿兄，所以你不必怕我，哪怕为这救人，本都也会护你周全。上一世我出师后，这玉就莫名失踪，再后来人人都说萧炎认宋淑兰当了遗孀，如果没有这玉，都主可会认人当妹妹。本都又不是闲得慌。怎么又？小时候还能举高了，不哭了。 我替你宰了宋家的人，我才不要你呢！藏了，督主，宋家人此事都在钱家参加婚宴。那还不快去！啊，萧都主到，他怎么来了？这钱尚书不会犯了啥事儿了吧？黑甲卫来抄家了。萧衍是陛下最信任的宦官，又掌管黑甲卫，前不久他才抄了凤家，那凤家连只鸡都没留，今天过来该不会真是要钱家命的吧？ 哎，萧督主，您怎么来了？可是宫中有事？本督今日不办差，本督无意间在雀山遇见一桩稀罕事，想着日行一善，才过来走这一步。哎呦，请，萧督主，您方才说日行一善，本督昨日去雀山办差，归来途中捡到一个小姑娘。 这小姑娘说是上山礼佛的，却独自一人迷了方向，惊马过了洛山崖，侥幸被本督救下来。本督难得积点德，想着日行一善，就将她送回了京中。藏了。
宁儿，苏藤宁，那不是，不可能。姨母，哎呀，宁儿啊，这是怎么了？怎么变成这样啊？别等你那王妃姨母了，她死了你知道吗？哼，一尸两命，死的凄惨。不可能，你骗我！我为什么要骗你？你那姨母为了替你报仇，跟个疯子一样四处发疯，惹恼了人。你知道她是怎么死的吗？被人抛了肚子，死得可凄惨了，断气的时候浑身是血。你说他疼不疼？哦，你还不知道吧？成王娶了新妻，二人恩爱更甚从前你那姨母。宋淑兰，我杀了你！兰儿，你没事吧？宋唐宁，你怎么变得这么恶毒？兰儿已经处处服软，你竟然还想伤害她，简直不知所谓！来人呐！把他押到柴房，什么时候知错了，什么时候再回来。阿兄，唐宁身子还没好，柴房阴冷，不必替他求情。姨母，姨母，姨母还没死，到底怎么回事？怎么是你阿娘名单？你不是去凌云寺替你阿娘上香，怎么一个人去山里啊？是阿兄和陆执年，他们把我装在了山里。真的假的？宋锦兄弟，我没有。我去凌云寺祭拜阿娘，阿兄和陆执年都去了，他们还带上了宋淑兰。我不喜欢宋淑兰惊扰阿娘，就一个人去上香，可宋淑兰却偷偷跟过去，打翻了阿娘的长明灯。我气急之下打了他一巴掌。阿兄逼我道歉，我不肯。他们就把我扔在了山里。那林子里好冷，我好害怕，我拼命叫着阿兄，可是他们都不理我，我找不到回去的路，也不知道怎么回到寺里。姨母，我好害怕。这宋锦修疯了不成？这雀山后面全是荒林，把人丢那，他们就不怕一个小姑娘出事？我看他们分明是故意的。那陆执年可还是宋小娘子的未婚夫，怎么如此歹毒啊？这什么未婚夫，中山狼！这庶女可真有本事。本督救到宋小娘子时，她摔伤了腿，失血冻得昏厥。若不是本督凑巧，怕是已经见了阎王。本督万万没想到，居然是宋国公府的女儿。堂堂国公府嫡女，竟然落到这般地。宋锦绣，宋锦绣，你怎么敢这么对唐宁？我没有，是唐宁故意为难兰儿，他口不择言辱骂于他。我和执念想让他收敛一些，免得坏了他自己清誉，才让他去凌云寺自省。姨母，你要相信我，那地方就在凌云寺不远，回头就是。我没想到唐宁会出事。你没想到？我看你是狼心狗肺。唐宁是我姐姐唯一的血脉，是你的妹妹，你怎么敢这么对她？王妃，你别打阿兄，事情不是这样的。阿兄和陆哥哥没想丢了唐宁，是唐宁自己走的。陆哥哥，本王妃倒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未出嫁的女娘能随便张口就是哥哥？我不是，不是什么？你个下贱胚子，我姐姐明旦，你一个来路不明的庶女有什么资格前去？还敢打翻她的长明灯？还有你，你个混账东西，你知道这庶女是宋熙在外的野种，还敢将人带去我姐姐面前？你存着什么心思？一个贱人惺惺作态一番就能哄了你没了心肝，丢了自己的妹妹，你简直是又蠢又毒。姨母，这些事是我的错，是我不够周全，害得唐宁受伤。可是这一切跟兰儿无关，兰儿从来没有伤害过唐宁，她心地善良，从来不争不抢，是唐宁咄咄逼人。唐宁，这些事是你有错在先，你知道兰儿没错的，乖，
阿兄回去补偿你。来人呐，把他押到柴房，什么时候知错了，什么时候再回来。宋大郎君。你叫什么？宋大郎君。长宁，我是你阿兄。抱歉，要不是想要我命的兄长。唐宁，我知道你委屈，可你不能胡闹啊！以后我们回去说，别任性。任性？宋郎君，雀山的事你要是没错，何必拿任性二字来堵我的嘴？还是你知道你理亏，就仗着兄妹之情，拿你身份来逼我退让？我没有。既然没有，你怕什么？你说我欺辱宋淑兰，敢问宋郎君，我到底做了什么，才让你觉得我欺负了他？他回宋家之后，吃穿住行样样精致，宋郎君疼他，宋家人怜惜他，我的未婚夫处处照拂他。我除了没让他叫我阿娘一声母亲，不允许他进我阿娘的院子，我还欺负他了什么？我只是不愿将阿娘留下的东西给他，在你们嘴里就成了跋扈恶徒，容不下他。唐宁，是我不该不小心碰了夫人的长明灯，但阿兄不是你想的这样，他是心疼你的。你要是不喜欢我，我以后避着你就是。你别这样为难阿兄。阿兄，都是我的错，是我不该来京城，不该回宋府。你别这么说，有阿兄在。门推开些，本都恶心。宋家迎来个庶女，可上了租籍，入了官府，看来是没有了。这没有入族籍，顶多算个外室。本都记得，外室属私通，无媒苟合，不得族眷。钱大人，你们钱家这门槛做得太低了些，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我们钱家可不会给个外室女发帖子。来人，把他们请出去。钱少叔，我们是来道贺的。唐宁，你真要这么绝情吗？阿兄是你哥哥，你怎能让他为难？我呸！我家唐宁可没有这么狼心狗肺的哥哥，滚回宋家去，别在这丢人现眼。妹妹，把他们压下去，走。再敢这般看，本都剜了你眼睛。快点，吓人啊！看什么？本都脸上有花，想做什么就做。本都之前跟你说的，一直作数。若是受了委屈，成王府护不住你，就来城南积云巷找本都。宋唐宁，知道了。嗯？我说知道了。与谁知道了？阿兄。乖。各位都听见了，这宋唐宁往后就是本都的义妹。本都这人护短，也不怎么讲道理。诸位大人和夫人，记得叮嘱家中人对我家小孩照顾些。他若难过了，本都也不好让大家太开心。唐宁，你跟萧燕到底怎么回事啊？刚在钱家居然如此护你。他。薛姨祖上被人陷害，九族尽诛。这一物龙文佩一惹是非，别与任何人提起。我也不知道，他救我时我重伤昏迷，我醒来他就说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话，还说我像他什么故人。难不成你真与他故人相似？这萧燕啊，身世苦楚，父母不慈，兄长更是歹毒，年少时险被父兄害死，后来得了势就屠了萧家满门。他屠了亲族？否则京中为何人人惧他？此人行事狠辣，手段歹毒，身为太监却掌实权，那死在他手里的人啊，不计其数。只不过他兴许是看你可怜，想起当年自己的处境，才破例帮你一把。兴许是吧。不管怎么说，他都救了你一命，我明日啊就备上厚礼，好好感谢他。
大夫说了，你伤势不轻，要好好养着。嗯，姨父。你这次呀，可吓着你姨母了，下次可不能再这么胡闹了。怎么样？还疼吗？还疼吗？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被人抛了肚子，死得可凄惨了。你还不知道吧？成王娶了新妻，二人恩爱更甚从前你那姨母。倒是我忘记了，咱家唐宁啊，长大了。你这几日就留在王府养伤，宋家那边姨父会替你做主的。他们若不说个所以然出来，别想将咱们阿宁接回去。是，谢谢姨父。傻丫头，我是你姨父，谢什么？我外面还有些事儿，好好养伤，让你姨母多陪你说说话。姨母，你与姨父感情真好。小孩子瞎说什么？你先休息一会儿，我去瞧瞧你的药。成王真的像宋淑兰说的那样，对姨母只是虚情假意。手不想要了。愣什么？你怎么来了？本都不能来。不是。白天忘记将伤药给你，本都命人调制的玉容散，每日用以敷面，伤好之后不会留疤。你就是来送药的？不然呢？方才在想什么？是宋家的事为难你了？不是。那就是成王府有人让你为难。成王妃对你极宠，之前为了你不惜大闹宋家，他是不会让你为难的。那是成王。果真是他，他欺你了？没有，我只是有些事情想不通。督主，你能不能不要总是这样猜人心思？明明重火一事还被人看穿，好没用。叫阿兄，我能看穿你心思，不是因为你蠢，是我这些年习惯了揣摩他人。你若不喜，往后不猜了。我以前没养过妹妹，不知该怎么对你，你若有所不喜，同我讲，我看着看。是不是谁拿着玉佩，你都会对他这么好？不是，那龙纹佩是薛姨的遗物，他对我有恩，旁人带着此物，我只会照拂几分。与你不同，我对你好，不是因为你带着龙纹佩，而是佩戴着龙纹佩的人是你。我不信。督主，宋家大郎和陆三郎来了。唐宁不能留在成王府，不然会坏了我们宋家的名声。一会儿你帮我劝劝他，他素来倾慕，对你的话说一不二的，你劝他一定要留。都怪你们往日太惯着他，才叫他如此任性欺辱了，事后还敢这般做，小心好好教训。我替你教训。不要。舍不得。还护着他们。他们险些要我的命，我不傻。督主，我想见见他们。你说过的，宋家的事情我可以放手去做。随你，若是害怕，叫本督。嗯。萧燕，你怎么敢进唐宁闺房？唐宁，你没事吧？是不是萧燕欺负你？别怕，阿叔会保护你。唐宁，你是魏出阁的女娘，萧燕主播深夜与你同处一室，这成何体统？传扬出去会坏了你名节，我是在担心你。玉台公子声音小些，他的名节或许会更轻松。再说，本都一个太监，损谁名节？别说沧浪是在门外，我与督主共处一室，门窗尽开，就算屋中只有我们二人，督主是我阿兄，
谁人敢说嘴什么？倒是宋大郎君，你既然知道夜色已深，还带着你家女娘和一个外男扰我清静，怎么不见你怕宋淑兰和外男独处时怕他没了名节？这不一样，之年不是外人。不是外人，那是内人。宋淑兰是嫁进陆家了，还是陆三郎君已经打算娶她为妻了？宋唐宁，你胡说八道什么？我跟兰儿清清白白，她也是为了与你赔罪才与我们一同来，别太过分。我过分？你们将我扔在雀山不过分，你们为着宋淑兰险些害死我不过分，我受伤垂死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宋大郎君，你今夜又是来干什么的？是想来看看我被你们害得有多惨，还是让我看我的兄长和未婚夫是怎么百般疼爱一个来历不明的外室女？不是，不是担心你，想带你回去。回去干什么？让你骂我不懂事，还是听你说他宋淑兰有多惹人怜惜？唐宁，淑兰是你的亲姐姐，今夜我本不想让她过来，毕竟雀山之事与她无关，可她得知你受伤懊恼愧疚，恨不能以身替你。她回去哭了很久，祖母也罚了她，你何必咄咄逼人？我逼她？宋锦绣，你从刚才进来到现在可曾问过我一句，我身上伤势如何？可有半点关心过我是否受惊害怕？你只知道是我不懂事，怕我不容人，对我一身伤视而不见，却心疼宋淑兰掉了几滴眼泪。宋锦绣，你公平吗？你自诩清正公平，处处对我严苛，可你又做了什么？我听说你昨日回城后怕宋淑兰伤心，特意跟陆之年一起陪他，带他去买了首饰、划船、游湖、散心。你替他簪发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在山里大哭？你哄他开心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被你扔下的我是死是活？你凭什么说我咄咄逼人？是我不想要了。唐宁，你别打阿兄，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不该去凌云寺，不该跟你起争执。昨日阿兄是为了护着我才会一时心切忘了你，你若是生气想打想骂我都受着，你别与阿兄置气。兰儿，你做什么？快起来。阿兄，都是我的错，是我才让唐宁误会了你，早知如此我就不该来京城。别胡说。唐宁，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只要你能消气原谅阿兄和陆哥哥，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那现在从这儿出去，从成王府算起，一步一跪磕头，直到凌云寺，为宋二夫人重请长明灯。跪去凌云寺？怎么不愿？我看来你的心也没有这么诚啊。阿兄，陆哥哥，你未免欺人太甚，这么跪去凌云寺，你这是想要他的命？本都是想要他的命。你唐宁，你就这么看来欺辱你兄弟？萧都主是我阿兄，阿兄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宋郎君心疼令妹，陆三郎君也怜悯他身世凄苦，柔善体弱，不如你们去替他跪吧，想来你们这么心疼他，替他跪一跪也是愿意的。宋唐宁，我才是你阿兄。你不是。把他押到柴房，什么时候知错了什么时候再回来。我的兄长不会想要害死我。阿兄，我不想见他。没听清。送他们。宋唐宁，你疯了？你是不是摔坏了脑子？你将来是陆家的宗父，你居然认一个阉人当兄长，还这般折辱我和锦绣，要不要脸啊你？把他们舌头拔了。萧督主，萧督主，别冲动，几个孩子呀打闹玩笑，怎知得惊动萧督主的黑甲卫吗？陆郎君，还不跟萧督主道歉？陆之年，刚才是我失言，萧督主，见谅。失言无事，失命要紧。陆郎君下次要是学不会怎么说话，舌头就别要了。萧督主啊，
咱们都是自家人，有什么话咱们先进去再说。很多的自家人都死绝了，王爷要去陪他们。这地方太污糟，不好养伤，要不要跟本都走？不该是这样，宋唐宁怎么变了？他往日明明只要稍微刺激一句，就能对我大发脾气，当着宋景修他们的面羞辱于我。可如今，他不仅不像疯子一样撒泼，还理智的可怕。我去求唐宁，他不是说只要我一步一跪磕头去凌云寺，他就原谅阿兄和陆哥哥。我跪，你这是做什么？我磕头，是我不该失手打翻夫人的长明灯，是我不该来京城，这一切都是我的错。你做什么？磕伤了额头，容貌不要了。那我怎么办？唐宁不肯回去，祖母定会惩罚我的。唐宁为什么就是不肯原谅我？难道非要我尝了这条命给他才行？那我回去就一根白绫勒死我自己。你在胡说什么？你是这么糟践自己？那能怎么办？我能怎么办？好了，你不要哭了，我会想办法的，你别怕的。我哥哥，唐宁虽然跋扈，但也不至于那么狠心，你放心，我会想办法让他回去。宋唐宁只是跟我置气，他那么喜欢我，他不过是拿桥等过几日哄哄就好了。深更半夜王府门前，一女二男搂搂抱抱，别哭，真不要脸。宋锦秋偏宠宋淑兰不是你的过错。他是我阿兄，陆之年我可以不在意，可是宋锦秀他是我兄长，他虽然是大伯的儿子，却从小疼我。他明明说过的只有我一个妹妹，可才短短半年，他就将过往十几年的兄妹情谊忘了个干净。到底是他心性凉薄，还是我真的就那么不好？你如果只是因为宋锦秀对你的态度，大可不必难过，不是人人都有良心，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正视自己偏移。雀山之事，他只是不肯认错罢了。为什么？因为他一旦认了，就等同于承认自己罔顾亲情，不修己身。他向来以君子之名自傲，年少入仕，一直都是京中世家子弟中的佼佼者。他不会让自己摊上失德之名，所以，错的只能是你。但是宋唐宁，这与你无关。这个世道就是这样，伪君子无数，总得将错处放在旁人身上以正清白。别怕，有我在。月娘，你是不是疯了？你怎么能让唐宁一个未出阁的女娘跟着萧炎的阴人走？有什么不可以？可唐宁还未出嫁，还一个闺阁女儿家住在外面，惹人闲话。咱们王府这么大，让她住这里不好吗？住在这里，再让你放宋家人和陆家人进来辱骂唐宁。月娘，好了好了，今天我不与你说这事，但你要记得，唐宁是我姐姐唯一的孩子，我绝不容许任何人欺负她。那宋家，她不爱回不回。萧燕嘛，虽然身体不全，却好过宋家、陆家那些没了脑子的混账。你今天自己休息吧，我去陪唐宁。月娘，月娘！玉兰，花无，你身上伤重，需要人贴身照顾。这奴婢顶撞了外侍女，起了冲突，挨了几板子，夜里偷偷跑了出来。我瞧着是个忠心的，就派人带回府中。女郎，听他们说您金马落了牙，还险些回不来。女郎，女郎，你快尝尝，这桂花糕可好吃了。
奴婢撑的肚子都圆了。奴婢攒了几两银子，等女儿好些了，奴婢就偷偷救您出去。奴婢都找好路了，后院墙角有一个狗洞，等郎君他们不在，奴婢悄悄背着您过去。等咱们逃出去后啊，奴婢赚好多好多的银子，给女郎买糕吃。嗯，花无，花无，花无，怎么伤成这个样子？疼不疼啊？我没事。女郎，你的手怎么伤得这么严重？你又还怎么拿笔啊？我没事，我没事，你别哭了。就是瞧着狼狈些，过几日就好了。行了，这儿冷，你们回屋再睡。阿兄不在坐坐？不了，等你和程王妃安置完，我明日再来看你。嗯。姨母。宁儿。这萧督主也真奇怪，也不进来坐坐。那是他知分寸。夜深露重，他虽是太监也需避嫌。唐宁，你这位义兄啊倒是对你不错。之前萧燕输给唐宁一处宅子，让我拿10000两银子去买，我还当他狮子大开口呢。方才我进来才知道，分明啊是咱们占了他便宜，那样的宅子没个小10万两谁敢开口啊。是啊，这宅子啊比国公府还大。这萧燕还真把你当妹子了。宁儿，那陆家的婚事你怎么想？姨母，我不想嫁了。嗯，行，不嫁就不嫁，咱们荣家女娘不受委屈，只是陆执年到底是皇后的侄子，这婚约得让我想想办法，怎样才能好生退掉。国公府我也不想回了。为什么？宋淑兰可能不是我父亲的女儿。什么？什么？宋淑兰不是你爹宋熙的女儿？我也是猜测。宋淑兰回宋家时是直接找的伯父，那日伯父伯母大吵了一架，连祖母也想赶走宋淑兰，可后来伯父就把人送到我面前，和我说他是我父亲在外的风流债。你怎么从未与我提起啊？唐宁，舒兰是你父亲的血脉，如今舒兰母亲走了，她孤身一人，往后就让她住在府上吧。只是将她留下来，给她个栖身之地，免得旁人说我们宋家绝情。妹妹，我阿娘从不敢与夫人争抢什么，若非她亡故，怕我一人被人欺辱，我也不会回来。我只求有一处容身之地，我绝不会与你争抢的。我原以为宋淑兰是父亲血脉，祖母又说她有父亲写给她生母的情信，我怕她在外招摇，让阿娘跟着蒙羞，就认了下来。你糊涂啊！她若真是你父亲的血脉，宋红夫妇为什么因她争吵？还有你祖母的态度，这宋淑兰又真是二房血脉，他为何不肯留？我怀疑宋淑兰是伯父的女儿。好啊，我说你父亲母亲恩爱多年，从未有过纳妾的心思。你父亲当年更是不曾瞧过其他女子一眼，这为何突然惹了风流债？原来是替宋红背了黑锅。不行，这事我得查清楚，要是宋家当真骗了我，他们简直该死。姨母你先别去，宋红是朝廷大臣，若无实证他不会肯承认的，到时候不止打草惊蛇，恐怕还会拿孝道压我，说我污蔑尊长。不如先查清楚，等有了证据我们再去找他们。也对，我派人去查。不要，姨母与我亲近，宋家必会防备，而且要查宋红不是简单事情，不如让姨父去吧，他手里应有能避开宋家的人。行，我明日一早让人给他传信，让你姨父去查，宋家要真敢这么无耻，我一定饶不了他们。我倒要看看陈王到底是真爱姨母还是更在意其他，我一定会保护好姨母，谁也休想害他。听说了吗？二小姐去凌云寺上香，大公子为了大小姐
险些害死二小姐。要不是萧督主凑巧路过救了她，二小姐怕就死了。真的假的？这还没有假。现在外面传得沸沸扬扬的，都是骂大公子，说大公子是白眼狼，祸害亲妹，就连陆三郎君也被骂中山狼，说他看上了大小姐。哎呀，跪下！不行，闭嘴！你知不知道现在外头是怎么说我们宋家？你连他出身想抬举他，我不拦着你，可我有没有跟你说过别做得太过？还有你这个糊涂东西，居然还让他踩在唐宁头上。祖母，安兰从来没有踩在过任何人头上，是唐宁心胸狭隘，百般刁难。我和安兰已经去成王府道过歉了，是他不肯罢休。闭嘴！唐宁一日不回家，我们宋家就遭人指责一日。你好不容易入了朝，现在把雀山事情闹大了，将来如何在朝中立足？祖母，母亲，现在不是教训他们的时候，应该想办法让唐宁回来才是。现在倒想起来了，之前我不让你留下宋淑兰的时候，你做什么去了？现在的淑兰怎么了？母亲，没什么。不管怎么样，你们必须把宋唐宁给我带回来。宋小娘子，我奉我家郎君之命来给你送赔罪的东西。什么东西？我家女郎不稀罕。宋娘子，郎君对你的情谊日月可昭，可外头那些人却碎嘴说郎君喜欢宋家的外侍女，我们郎君还要入朝做官的，可不能坏了名声啊！求女郎回陆家替我们郎君解释。流言蜚语不过是外人之言，跟他有什么关系？只要他行得正，做得端，就算蜚语滔天也不必放在心上。就是，不过是被人骂几句狼心狗肺薄情负恩的话，你家郎君啊掉不了一块肉。你怎么会？这宋唐宁不是心悦郎君，对他痴缠不已，他怎么……宋娘子，你怕是误会了什么吧？我家郎君他……花无，宋客，误会什么误会？没听见我家女郎说了，让你走啊！赶紧滚！陆主，您终于下朝了，今天怎么去了那么久？可是陛下为难您了。为难又如何？他左右要拿着本都这把刀去对付世家那些人，这朝中除了我，他还能用谁？他怎么样？他？哦，督主是说宋小娘子，今儿个陆家的人去找他了。陆执年，哪能啊？是陆家的一个下人。陆家当真是把宋小娘子踩进了尘埃，连道歉都不来个正经人，满嘴糊弄，也不知道宋小娘子哭了。哎，督主，去疼。女郎，王妃留了好多银子。这银票就有18000两，还有这些珠宝和金银刻子。姨母心疼我。阿兄，你怎么来了？刚办完宫里的事，顺路过来看看。这宅子如何？可还喜欢？喜欢的，这宅子处处精致，而且花屋还说，后院暖水泉边还栽了好些海棠，再过上一两个月就能瞧见开花。阿兄不知道，我阿娘最喜欢海棠了，以前府里还栽了各式各样的海棠花，连我的名字也是照着花儿取的。阿娘总喜欢叫我阿宁，还指着枝头绽放的海棠花对我说，阿宁长大以后要比花儿还好看。我知道的。哦，没什么。阿兄，这是买宅子的银子。晚些时候我叫人将房契地契一并送过来，你派个精明能干的跟着去一趟京兆府办了手续。往后这宅子就是你的名下财产，谁都碰不得。以后我就有自己的家了。谢谢阿兄。
听说陆家的人来过了，你是如何想的？我只觉得他们把我当成傻子。阿兄可知道陆之年送来的是什么？那条珊瑚手串是我半年前喜欢过的，我接机那日一眼就看上他戴在腕上的手串。我听说他有两条一模一样的手串，便想要他送我一条，可是不管我明示暗示，他都好像听不懂。我原以为是他不懂我的心思，可是阿修你瞧，他什么都懂。既然不喜，为何不退婚？要退的，只是不是现在。你教过我，行事最忌无策擅动，也不能轻易将自己陷入进退两难之地。陆家的婚事比宋家还要复杂，事关皇后，陆之年是皇后的亲侄儿，他们绝不会允许我全身而退，毁了陆之年名声。而且宋家也不会放弃跟皇后结亲的机会，我只有先解决了宋家这边，才能一击毙命，退了陆家婚事。阿兄，我做的对吗？你尽管大胆去做，若是有谁敢抄你身爪子，我帮你拔了便是。哎，你们出什么事了？哎，今天御史台弹劾我和锦绣，陛下动了怒气，我和锦绣在皇宫里站了一整日。御史台为什么弹劾你们啊？还不是因为宋唐宁。御史弹劾我们治家不宁，说锦绣私德不修。御姐，若陛下当真厌了我们，这国公府的爵位。不行，必须把宋唐宁给带回来。唐宁怕是恨极了我们，听说连陆家的人都入不得那唐府，更别说我们。现在想去道歉都不行。他不见你们，总不至于连我这个祖母都不见吧？我亲自去缉云巷，求他回来。大夫，我家牛郎怎么样了？宋小娘子的身子伤得厉害，好在救得及时，才没伤及根本。就是这腿得养上一阵子。多谢大夫。女郎，不好了，宋家来人了。来的是谁？是宋老夫人。女郎，奴婢听说昨个早朝时，大公子和大爷都被御史弹劾了。老夫人现在来，肯定是为了大公子他们，要不然您装病。不行的，她是我祖母，我就算病得要死了，她要见我也是避不开的。你先让他们去前厅，就说我服了药再过去。萧燕的阉人对唐宁倒好，这宅子如此华贵，看来那义妹说的不是假的。这阉人深得陛下信任，若能借着唐宁拉拢，定能让红儿早日西去。老夫人，这二小姐也太拿瞧了些，您都亲自过来见她，她居然还让您在这里候着，而且还派人守在外面，她这是防着谁呢？跪下、啊、谁让你对唐宁不敬啊？唐宁是我宋家千娇百宠的女娘，受了委屈，让老身在此等一会儿又能如何？几时轮到你来碎嘴，自己张嘴。唐宁，别闹，你已经成了这个样子，就该顾全大局，别为这点小事害了锦绣的前程。你们干什么？宋唐宁，你还闹什么？不就是借用几件你母亲留下的东西吗？你如今这副鬼样子，那些东西留在你身边还有什么用处？你太不懂事。祖母。哎呦。女郎，你腿还伤着，大夫说了折腾不得，你赶紧坐着。可我还没有拜见祖母。你都伤成这样还见什么礼呀、啊、快坐下。你伤得这么重，就应该让人换我们进去才好啊。祖母您是长辈，哪能让您去见我呀？让旁人知道了，该说我不孝。哎呀，你胡说！你孝不孝顺，我难道不知道？
咱们宋家最孝顺、最乖巧的女娘就是你，祖母心疼你还来不及呢。你是不知道，你受伤之后，我有多担心呢。我就知道祖母最疼我，这几日身子不舒服，夜里睡不着，一闭上眼就梦见雀山金马的情形，我总以为自己死在了那片林子里，毁了容，断了腿，我拼命地叫着祖母你救救我呀，可怎么都没有人应我，最后活活冻死在雪地里。这几日虽然回了京，祖母一直没来看我，还以为祖母厌了我，如今你能来看我，我当真是欢喜之极。今天你能来看我，我当真是欢喜之极。你这孩子，雀山之事确实意外，祖母要是知道你这么害怕，就算前几日病得下不了床，也要过来接你。不怪祖母，是阿兄，阿兄他不想让我活，他把我扔在林子里，不管我怎么唤他，他都不肯回头。祖母，我好害怕，阿兄他就这么恨我吗？居然想让我去死。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可不能毁了你阿兄的前程。你说我毁了他，怎么不说他毁了我？你看看我这张脸，你看看我。我原以为祖母是真的疼我才来看我，没想到是为了宋锦秋。难怪我回京这么久，你从未问过我半句。昨日他遭人弹劾，你就来了。唐宁，你别瞎想，祖母怎么会不心疼你呢？祖母先前只是病了，才没来。我不信，你若疼我，为何明知宋锦秋害我差点摔死雀山，却还让我忍让？你们是堂兄妹呀，锦秀是你堂兄啊。他不是，他是宋淑兰的阿兄，不是我的。别胡说，你们才是至亲兄妹。我知道你对你阿兄偏袒宋淑兰不满，那是他一时糊涂，祖母向你保证，等你回去之后就将宋淑兰送走，让你阿兄向你道歉啊。唐宁乖，跟祖母回去好不好？跟你回去可以，让宋锦修滚，让他带着宋淑兰离开宋家，我就回去了。宋唐宁，你疯了？宋锦修是宋家嫡子，他怎么能离开宋家？你别胡闹了。我胡闹？难道不是祖母你一直跟我开玩笑？你说你疼我，这份疼爱藏了多少算计？你今日来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你怕我坏了宋锦秀的名声，你怕人知道他自私无德、凉薄寡情，你怕人知道宋家抬了个不要脸的外室女冒充庶女欺辱嫡出，你怕丢了你高明夫人的脸。你心疼的从来都不是我这个死了爹娘的孙女，而是宋家的名声、你自己的脸面。你从头到尾都不过是在算计别人。你混账东西，我可是你祖母，你敢这么跟我说话？祖母，你知道怎么死才最痛苦？你想做什么？女郎，女郎，老夫人，夫人，你居然害死我们女郎啊！她好不容易才从雀山活着回来，大公子没有害死她，你们还不肯罢休？老夫人是要活活打死我们女郎！来人啊，快来人啊！老夫人要打死女郎了！你逃罪！宋唐宁，你居然冤害尊长！你都杀了！等等，都主，小都主，我是朝廷诰命，是宋国公府的老夫人。你若敢伤我，朝中御史不会放过你，陛下也不会放过你。吓唬我家都主，嫌命长了。哪只手伤的他？都主，老夫人不是有意伤二小姐的，都是二小姐说话太过不像。本都主问你哪只手伤的他？你说。是他打的女郎，用的右手。小都主。本都主有没有说宋唐宁有本都主护着，还是说你们宋家将本都的话当成了耳旁风，再有下次脑袋给你们摘了？
扔出去。是。那是？是萧督主府上的人。哦，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老夫人，我家女郎只求躲得远远的，好好养伤。你们为什么还要找上门来咄咄逼人？大公子和大爷遭人弹劾，那是他们自己行事不端，他不愿意出面替他们辩解，你们就说他不孝，还要弄花他的脸，他将他打得吐血晕厥，你们这是想要害死他呀？你胡说，你胡说，是宋唐宁的不孝。世人皆说我家督主心狠，可我瞧着却不及宋国公府两品，苦毒还不食子。你们宋家倒专门朝着自己嫡亲的孙女下手。宋小娘子被这老婆子打得吐血晕厥，你是立刻拿着督主的牌子去太医说请人过来。宋小娘子的命是我家督主捡回来的，督主有令，以后这姬云巷和唐府，宋家的人敢踏进半步，往死里打。你看看，罪有应得，就该是这个下场。这人呢，太是太熟了。宋唐宁，活该！演得不错，你也可以。这不是宋国公老夫人吗？以前最爱炫耀他家那个出世的大公子，叫什么？玉台公子。我呸！什么玉台公子？险些害死自己的亲堂妹，还恬不知耻的找上门来，将人打得吐血晕厥。不是，这是萧督主的宅子，他怎么敢的呀？有什么不敢？不就是仗着自己是长辈，打了骂了也只能忍着，不然就是大逆不道。老夫人，老夫人，宋家的事已经处理好了，太医署的人等下就来。宋小娘子好样的，不愧是督主的妹子。你没瞧见外面那些人的唾沫星子，把宋国公府都快淹了。宋家那老婆子更是生生气晕了过去。平时瞧宋小娘子文文静静，没想到这么厉害。这次宋家不死也要脱层皮。说完了没？完了，我这就滚。宋小娘子的伤不要紧，就是脸上挨了一下，有些严重。阿兄，是我求大夫替我弄的伤，假的，也是我求他给我的吐血丸子。哦，宋小娘子这伤瞧着严重，还好只是带了些皮肉，等下消了肿上了药，待会儿再用玉容散，之后忌口就不碍事了。先别上药。阿兄，你费尽心思挨了一巴掌，总得让人瞧见了才行。苍浪已经去请太医了。今天的事情我什么都没看到，什么都不知道。下去领赏吧。谢谢督主。明明生气，却还顾全的所有事情，不怨我今日心思白费。阿兄，你别生气了。我不是故意吓阿兄的，我不知道阿兄会来，我只是不想再跟他们纠缠。他占尽了天时地利，又是我祖母，我要是不用一些手段，会被他用小刀压死的。我知道我手段不光彩，也有些下作，可是我没别的办法，我不想回宋家，也不想被他们拿着尊长身份要挟。宋唐宁，你可知道本督是如何爬到这个位置的？本督入宫第一日就弄死了企图拿本督顶罪的库斯太监，若内侍戒两年死在本督手里的人不计其数，本督才是无数人的尸首，才走到今天。宫里的人都想往上爬，为了权势地位不择手段，在下做的事情本督都做过，你今天做的这点算什么？阿兄，本督不是怪你用了手段，只是不应该伤害自己。想要对付宋家的办法多的是，何必自损？我知道，可是我等不及。我知道想要对付他们，阿兄有很多法子，也能更加妥善周全，将我毫发无伤的摘出去。可是我不想再等下去，我不想跟宋家一直纠缠，不想再回到那个地方，不想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找上门来，将满京城的目光都落在姬云巷，更不想他们借我之名来诋毁你。我虽没有出门，但外面的事情
我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宋家虽然身败名裂，但阿兄身为天子近臣，插手他人后宅家事，那些与你不睦的世家朝臣怎么会放过这种攻击你的机会？我知道阿兄会保护我，可我总不能一辈子躲在阿兄的羽翼之下。宋家不值得我自损，但阿兄值得。我也想要保护阿兄的。谁教你的这些甜言蜜语的手段？阿兄喜欢吗？没大没小。再换上阿兄。阿兄。乖。你是没看到啊。那宋家人也实在是心狠。那宋小娘子一张脸被宋老夫人打得伤痕累累，几乎毁了。我确实他那婢女险些哭晕过去。那可是他嫡亲的孙女，他怎么下得了手啊？萧督主这次是动了真怒了，不止打断了宋老夫人一条胳膊，还留了话，不准咱们太医署去给宋家看诊。那宋家可惨喽。哎，诸位大人都在呢，宋国公府的刚递了帖子，说他家老太太有恙，想请为太医过府看诊。哎，费太医。哎呦，我感染了风寒，头晕目眩的，我要去休息了啊。偌大的京城，你跟我说没有大夫？那太医署没人，满京城的药堂也没有人吗？大夫都死绝了啊！阿兄，宋唐宁这么诋毁你，连祖母求情都被打了出来，现在外面到处都是议论你害他性命，说你无情无义。阿兄，唐宁想毁了你啊！他要是死在雀山就好。宋唐宁对母亲下这种狠手，萧燕那阴人又是歹徒，要是查出来男儿不是二房的男儿，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不行，北城，我要去京兆府。那个老钱婆，他算个什么东西，也敢这么欺负你？真当你阿娘死了，咱们荣家的孩子就无人可依了吗？王妃娘娘，萧督主早就教训了宋家人了，老夫人手都断了，被扔出去的时候差点疯了呢。干得好，王妃过誉。只可惜你姨父还没查到宋淑兰的身份，要不然你也能跟宋家撕破了脸，不至于被他们拿命。姨父还没有查出来？没有，派去安州的人还没有消息，要查到啊，恐怕要费些功夫。如若质疑这外甥女的身份，除了派人去安州调查，倒可以先去京兆府查她入京时的身份文牒。哦，我怎么没想到啊，我这就去京兆府。花无，阿兄，你为什么让姨母去京兆府看热闹？前几天成王就去过京兆府，拿走了这外甥女的身份文牒。今天宋红也去了京兆府，要去拿着外甥女的身份文牒，没想到成王先拿走了。知道的时候差点吓晕，火急火燎的就去了成王府。所以成王一直都知道宋淑兰的身份有问题，却还瞒着姨母。这成王倒是奇怪，面子上对成王妃照顾得周周到到，私底下却藏着宋家这么大的一个秘密。阿兄，这世间不是所有的事都讲究常理的，也不是所有人都能表里如一，若想不通就多看。阿兄，你怎么知道？知道你猜忌成王吗？嗯。我又不蠢，他若是真心爱你姨母，应该爱屋及乌，处处替你考虑，而不是放宋锦修他们进入王府羞辱你。所以那天他是故意的。那夜给你送药，本来是没想带你走的。你未出嫁，跟着本督难免遭人说嘴，只是发现这成王未能护你周全，才决定带你离开。阿兄，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试探出成王对姨母是真是假？有。求阿兄教我。教你不难，可你曾想过拆穿成王之后的后果？求
求阿兄教我。不急，等一个人。谁呀？京兆府吴怀之。王妃，前两天夜里衙中走水，近一年的身份文牒都被大火烧毁了。大人，您这么骗陈王妃好吗？那我能怎么办？难不成告诉他宋淑兰文牒被陈王拿走了？那个宋淑兰到底是哪儿来的？这么神神秘秘的。反正不是安州的，这宋家也真是挨千刀。这个宋淑兰搞不好压根儿就不是那宋二爷的主。他居然骗我。嗯，你说这是谁送来的？京兆府吴大人说是宋淑兰的身份文牒。阿兄怎么知道吴大人会送过来？因为他怕死，他知道本都参与其中，陈王妃迟早要知道这个秘密，早晚要说，还不如递上宋淑兰的身份文牒卖我一个人情，让本都替他挡了麻烦。阿兄的意思是，这位吴大人一方面想让我们借他一份恩情，另外一方面万一成王和宋家怪他没保守秘密，阿兄还得替他挡住成王和宋家的问责。这位京兆府的吴大人是想拿阿兄挡刀，还得佯装被阿兄逼迫的不得已。谁叫本都凶残歹毒，恶名昭著？才不是。嗯，我说才不是，阿兄明明就很好。这京城啊，只有你敢说本都好。这身份文牒你准备怎么用？先留着，等姨母怎么处置成王了之后再说。姨母如果跟成王闹，成王定会寻借口隐瞒，做多错多，宋家说不定也会露出马脚。姨母若是不闹，一定会私下去查，这样也能趁机知道成王对姨母的感情是真是假。谁说我家女郎不聪慧？宋家的事情你放手去做，不怕做错，有我在。谢谢阿兄。吃栗子，凉了。王妃回来了。怎么，府里来客人了？遇上了，还不是宋家的人。宋红过来纠缠，说是唐宁让萧燕打断了宋老夫人的手，还不让大夫去看，央求我出面替他们去一趟太医署。你说这事儿，我哪能答应啊？月娘，你怎么了？啊，没什么。宋家人欺负唐宁，宋红还敢来求你。你知道我的性子，你若敢帮他们。我哪敢，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有多在意你。你派去安州的人传消息回来没有？哪有那么快啊，去一趟得好几天，来回得小半个月。不过我总觉得是你想多了。唐宁跟宋家置气，你也由着他胡闹。我是答应过查这事儿，但也不能大张旗鼓，万一查不出个什么，岂不是让人议论唐宁？别不高兴嘛，唐宁毕竟是宋家女娘，跟他们闹得太僵，吃亏的还是他自己。安州的事儿，我会催他们快些。好吧，但是宋家敢这么欺负唐宁，我就是要跟他们没完没了。你若敢帮他，我也不要你了。月娘这么心狠。我是说真的。好好好好，真的，为夫记着了。好了，我累了，先去休息。督主，这是陈王妃命人送去左州的，大概是托顾鹤莲去查了。这顾大财神银子撒下去，什么事情查不出来？用我们的人尽快送到左州，早点拿到证据。我不想看到宋家人再拿外室女的身份说事，惹唐宁不快。可是有话就说。督主，您是不是对宋小娘子太好了些？宋小娘子身上牵扯极多，而且督主身份隐秘，不宜与人来往过密。万一我既然应了他一声阿兄，定当护他周全。要是连一朵海棠花都保不住，还谈何其他？可是督主，当年的事本都心中有数，世家要除，宋唐宁更要护，本都的话不说第二次。
启禀陛下，是宋家有错在先，擅闯积云巷伤人。那也不是萧燕殴打朝廷命府的理由。萧燕今日仗着陛下恩宠，胁迫太医署不出诊，来日就敢危及陛下和皇城，如此跋扈之行绝不可纵容。明明是宋家有错在先。行了，吵吵嚷嚷的像什么样子？萧燕，你来说。诺。本都在自己的宅子打了擅闯本都府邸的人，何罪之有？再说昨儿个太医署可曾有人上告？京中药堂无人鸣冤，本都的黑甲卫可一步都没有离开枢密院。本都倒是好奇，除了何大人，哪位大人知道本都危险时？诸位大人若是知情，尽管开口，本都绝不为难。没人吗？何大人，这就是你口中的满朝皆知，原来是满朝皆无人知。太医署的事可有实证啊？臣只是听闻。来人，把这满嘴妄言、私心过甚之人拉下去，杖责三十，贬为殿中御史。若再有下一次，定不轻赦。陛下，陛下饶命啊！陛下，陛下，此事皆因宋家而起。既然宋家老夫人倚老卖老，就去其诰命。陛下，你父宋国公哀世已久，其内眷诰命本是破例恩赏，可你母亲大闹积云巷，让朝堂上下因他废扬，今日朕触及国夫人之号。至于宋家子小小年纪心性狠辣，那陆侍郎就先别干了。宋红管束家中不利，罚俸三月，以儆效尤。恭送陛下。陛下，萧督卓好狠的手段，过誉了。你打伤我母亲，为何还要赶尽杀绝？你若不为难小姑娘，本都懒得理。是唐宁让你这么做的，他怎么这么歹毒？他别忘了他也姓宋，宋家有难，对他有何好处？没好处，他若愿意大可姓萧。你小燕，你为何这般咄咄逼人？本都乐意。啊，小燕，你这野狗，你如此欺我，你不得好死。可别打坏了何御史的嘴，否则往后还怎么吃御史的饭？督主您回来了，这是宋小娘子早早给您准备的吃食。都是督主喜欢的。哎，还有两个番薯。哎，小气。还挺甜的。怎么这么多人？苍浪说是番薯的谢礼。宋娘子，萧督主命奴才在宫中移植了一些复刺海棠过来。这么多？啊，多吗？阿兄，这么大日头也不知道进去躲躲。仔细晒着。我看花一时忘记了，阿兄怎么回来了？今日朝中无事，便早些回来。这些花可爱合眼，我也不懂这些，便叫人随意挖了一些过来。你若是喜欢，回头让他们再去宫里面挖。够了够了，那里是宫里，哪能随便去挖？阿兄，你送这么多花木出来，会不会被人说嘴？你是不是对本都有所误解？本都恶名遍野，谄媚于圣上，人人都说本都奸佞弄权，这当奸臣自然要有当奸臣的体面，若是掘一些花草却拒人嘴舌，那本都这些年岂不是白活了？阿叔，你又逗我。宋家老夫人的手废了，你可知道？知道，我还知道她被屈了诰命，宋锦绣被贬，就连宋红也被罚了。昨日还有御史为难阿兄，被杖责。这御史被我活生生打断了腿，怕吗？你不觉得本都很毒？是他先存了歹意，阿兄护我才做公瑾，
我又不是不知好歹之人。你是我阿兄，我自然要护着你。别说你没错，就算有错，那也是旁人的错，是他们先来招惹阿兄的。你可知这世间与我恶言者不止一两人？心思阴暗之人向来三五成群，嫉妒阿兄的那些人啊，肯定彼此认识，他们比不过阿兄，就私底下勾结串联，一起说阿兄坏话。你还真是帮亲不帮理。谁让你是我阿兄呢？这宋小娘子是蜜罐子成精了吧？嘴巴真甜。唐宁。是阿兄吗？女郎，你怎么了？女郎可是眼着了，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我梦见我死了，阿兄杀了好多人。呸呸呸，梦是反的，女郎长命百岁。只是做梦，女郎别怕。去取衣裳来，我想出去走走。女郎，咱们来这儿做什么呀？这什么都没有。我想看看。看看。我知道了，对面就是萧府。女郎是想来看看督主的吧？我真是魔怔，只是一个梦而已。只有我知道上一世，就算看到阿兄又能怎么样？算了，是我迷糊了。想见本都，怎么不过去？看什么？没什么。阿勋刚才怎么在那儿？练武。这么早？练武当然要勤耕不辍，否则难以精进。倒是你想来见我，为什么不来这儿？我。这是什么？哦，这是给督主调养身子的汤药。督主早年身体受过热毒，经脉受阻，温养了好些年才好转，但还是得一直服用汤药。很要紧吗？别听他胡诌，早年的事早已无碍。有心事？阿兄，如果雀山上你没遇见我，有人拿着龙纹佩冒充我找到你，你会发现吗？这龙纹玉佩是薛姨的遗物，不是任何人带着都可以冒充的。再说了，就算本都一时认错，庇护一二，假的终归是假的，怎么能有认不出的道理？是宋家让你心烦。嗯。宋家现在的处境不好，想要挽回局势，就只能在你身上动心思。而这陆家喜好颜面，又与本都有仇，想必也会假借宋家之事，用你来谋算我。我会小心的。那现在可以用饭了吗？嗯。慢些吃。我就说是你想多了吧。宋家怎么可能拿外人混淆自家血脉？你也是，与你阿兄之气也就算了。可这种莫须有的事情怎么能胡说？这些是姨父派人去查出来的。不是我还能有谁？这种事情哪能让旁人知道？怎么，你连本王也不相信了？唐宁，我知道你不愿意相信你父亲对你阿娘起了外心，但宋淑兰的确是你父亲的血脉。我的人还查到李氏曾当掉一枚玉佩，对，这玉佩上面紫凤是你父亲的字。你若还是不信，当年你父亲写给李氏的信你也能寻人辨认，只是到时候他身后清明要毁于一旦。我自然是相信姨父的，是我多想了。本来就是你多想了，你这次闹得也够久了，宋国公府名声尽毁，你也该解气了。听姨父一句劝，此事就到此为止吧。
可我已经和祖母他们闹成这样，我肯作罢，他们也不会罢休的。要不这样，再过几天就是上巳节了，在府中摆一场春日宴，让宋家的人来当众给唐宁认错服软，这样唐宁也能顺理成章地回到宋家，你觉得如何？宁儿，你觉得如何？我听姨父的，春日宴当天就是你们身败名裂之时。哈哈，咱家唐宁还是一如既往的乖巧啊。哈哈，姨母，唐宁，他真的好恶心。那宋家的人怎么也来了？听说是成王府送的帖子，而且那位宋小娘子也来了，这是要握手言和呀。不言和还能怎么样？宋家这事儿闹了有阵，宋国公府被闹得人仰马翻的，宋小娘子该出的戏也出了，终归还是要回宋家的。也对，陆家那位也来了，他们可是还是有着婚约呢。是，听说宋家的事儿，皇后都过问，宋唐女哪还敢继续闹的？要不然丢了陆家这桩婚事，她不得悔得肠子都青。这身衣裙很衬唐宁。多谢姨父。外面宾客都已经到了，宋家和陆家的人也都来了，我已经跟宋家那边说好，待会儿期间宋锦修会主动跟唐宁示好，你这边跟唐宁交代妥当了吧？放心吧，唐宁自有分寸。姨父放心，我知道怎么做啊。最近成王他们来了。成王他们，哎，成王殿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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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宋小娘子怎么戴着面纱？不会真误人吧？唐宁，唐宁。陆郎君有何指教？你叫我什么？陆郎君，陆郎君身为世家子，该当明白什么叫礼仪规矩。对女子动手动脚，是你们陆家的教养。宋唐宁，别闹了。陆郎君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入席了。宋唐宁，陆郎君，请自重。哎，不是说这宋小娘子对陆三郎君爱慕至极，不惜脸面围着他转，百般讨好。可如今看着怎么……对呀、啊。不是说宋家上赶着这桩婚事，怎么瞧着都不像、啊、你郎君，好心人都瞧着呢。唐宁之前伤了腿脚，如今伤势还没好全，锦绣还不快扶着你妹妹入座，免得站久了腿疼。姨母，我想坐在你身旁。来吧，正好给你留着位置呢。月娘，不过是个座位罢了，都在一个厅内，唐宁喜欢挨着我就挨着我，王爷这么急做什么？可是没什么可是的，雀山之后唐宁受了惊吓，一直惊魂难安，前些日子更是夜夜梦魇，有我陪着才能入睡。如今呢，虽然治好了一些，到底还是心有余悸。今天厅内人多吵闹，唐宁想要跟我同席，宋大郎君应该没什么意见吧？没事，唐宁喜欢就好。锦绣，你没事吧？没事，唐宁还在生气，让他把气出了就好。锦绣，他还没出过气，他把你害得这么惨，宋家也被他搅得不得安宁。明明兰儿已经认错，更愿意去别庄，他还抓着不放。前几日他亲自让人给我送了帖子，却又当众下你我颜面，我都指使您。今日府中办着春日宴，既是想与诸位喝一喝这上巳佳节，也同样是想要借着今日热闹，替本王这出了意外的外甥女冲冲晦气。之前唐宁与宋家出了些误会，跟他兄长也起了争执，都惊动了皇后娘娘的问询。锦绣，你都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能那么大意？是我错了，本来以为是兄妹之间的争吵，怎料险些害了唐宁。唐宁，是阿兄错了，阿兄不该将你留在那里。近日我时时刻刻都在后悔，恨不得能回到那人将自己打上一顿。我错了，
就原谅阿兄这一回吧。哎呦，这宋大郎君往日何等意气风发，现在丢了官职，又被陛下训斥，现在又当众认错，这宋小娘子也当原谅他了吧？对呀，到底是亲兄妹，哪来的隔夜仇啊？唐宁，锦绣到底是你兄长，就原谅他这一回吧。阿兄，你说日日后悔，是，你是后悔那日将我扔在雀山，还是后悔我没死在那冰天雪地的荒林里，活着回来让宋家鸡犬不宁？唐宁，你在说什么？我说什么阿秀难道不清楚？宋唐宁，你别太过分，锦绣已经跟你认错，也因为你得罪圣贤，你还想怎么样？你胡闹也该有个度吧。阿兄，你若真的知道错了，哼，那阿秀能不能告诉我，六日前你和宋淑兰夜入诗安院做了什么？哦对了，忘了说，那诗安院是我母亲留给我的院子，怎么宋郎君不记得了？那要不要我提醒一下你，堂堂玉台公子，趁我不在府中，帮你那外室女的妹妹盗取我父亲遗物，佯作宋淑兰身世信物，冒充我父亲血脉。宋郎君，你夜入我房中行窃时，可曾想过什么叫君子道德？你帮着宋淑兰污蔑我父亲身后清明，让我母亲遭人议论讥讽时，你可曾有半点记得？你还是我兄长。宋唐宁，你胡说什么？锦绣怎么可能偷你的东西？你别污蔑他。唐宁，你别胡闹了。我是不是胡闹？姨父难道不清楚吗？宋郎君应该认得这东西吧？姨父，这当真是你派人在安州所得？唐宁，本王可是你长辈。有德方为尊长，无德之人怎配？唐宁不过问一句真相，王爷你急什么？月娘，我疑心宋淑兰身份，让你派人去查，你查过之后告诉我，她是宋熙之女，这玉佩更是当年她父母的定情信物，可这东西几日前还在唐宁母亲给她的遗物里，怎么就变成了宋淑兰的东西？不可能，荣月什么时候起疑的？她怎么会知道？宋锦绣，你不是告诉本王，这些东西是宋淑兰贴身之物，是她母亲留给她的遗物吗？王爷，别叫本王！本王以为你是真心知错，想要跟唐宁修好，你们宋家就是这么诓骗本王的，竟是拿着你叔父遗物，冒充宋淑兰身世信物，险些骗了本王。月娘，我不知宋家这般无耻，本王也是被他们给骗了呀。宋锦绣，这就是你说的知错？他怎么这样？还说什么玉台公子？简直无耻。何止是无耻，刚才还觉得人家宋小娘子咄咄逼人、我呸，什么东西，欺负人家没爹没娘的小女娘，切，呸。你们怎么能怪我家公子？明明是王爷让我们去拿一枚二爷的旧物。你闭嘴。我宋淑兰生母姓许，其外祖因谋害太子被满门抄斩，但其女许真却是活了下来，被你父亲宋弘藏于偏僻之处。宋弘和许氏曾是青梅竹马，但逆犯之女难入过公府。宋弘奉父母之命迎娶了你母亲邹氏为妻，却将许氏留于京郊豢养为外室，一面和你的母亲恩爱生下了你，一面却又和许氏温存缠绵，诞下了宋淑兰。哇，不可能，这不可能。宋淑兰找上宋家时，你父亲既欣喜，心爱之人留有血脉，又惧怕宋淑兰身份被人知道，牵扯出许家旧案，于是就只能将念头都闹到我父亲头上。反正只是一个死了的弟弟而已，名声狼藉也与他无关。谢天宇，这就是你对唐宁的疼爱？月娘，月娘，你听我解释。解释什么？解释你如何和宋家一起来欺骗我和唐宁。我没有，我没骗你，是宋家污蔑我的。污蔑？那你倒是跟我解释一下，你为何要去京兆府衙拿走宋淑兰的身份文牒？姨父，你威逼安州府衙的人伪造宋淑兰籍出，将宋弘在外风流留下的孽种强行塞给我父亲，这就是你说的污蔑？我的天，这宋淑兰居然不是宋家二房的女儿，是大房宋弘的。这宋大人居然豢养外室，
哦，我就说嘛，当年宋熙和荣大娘子是出了名的恩爱，怎么会莫名其妙冒出来个外室女？哎，宋家人简直都疯了！成王为什么这么做？不可能，兰儿明明是二叔的血脉。我父亲可没这种好女。宋红收容逆臣之女不说，还将人塞给我父亲。宋琦侮辱王帝遗孤，他也是真不怕死。你别胡说，我父亲怎会和逆贼有关？宋唐宁，你心胸狭隘，记恨树兰，也断不该这么污蔑的。造谣宋家与逆贼有关，你是疯了吗？唐宁，你别胡闹，没证据的事情你怎能瞎说？要证据，华无，这些都是王爷派人前往安州府衙，威逼他人更改宋树兰急出的口供。王爷仗势欺人，却忘了拿银子封所有人的嘴。至于许氏是否是逆犯之女，当年这么大的事，定有案卷。虽然时隔多年，可若想查探，未必查不出来。倒是王爷，我听说当年负责清算许家的，好像就是王爷和陆三郎君的祖父。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陆家和宋家勾结是吗？我可没说这话。你还是陆郎君心虚，动手动脚干什么？你们要真相，唐宁给了你们真相，怎么？现在又恼羞成怒不敢认了？王爷可要将这些给大家看看。唐宁，本王承认的确改过宋淑兰的出身文牒，但是本王是真不知道她是逆贼之女。本王知道此事要是闹出去，宋家爵位不保，也是看在你和你姨母的面上，才不得不遮掩此事。我和唐宁不要你这份好心。月娘，你别这样，我知道我不该欺瞒你，可我不是有意的。咱们夫妻这么多年，有什么话咱们回去说好不好？不好。月娘，王爷和宋家的官司你们自己解决，眼下先解决我与宋家的事情。今日之事诸位也听到了，宋恒违逆先帝旨意在前，诬陷已是亲帝在后，宋家屡屡欺我辱我，宋锦修更是想害我性命，此等不忠不替、藏污纳垢的人家，我不愿与其为伍。诸位见证，从今日起，宋家二房与宋国公府断亲，我宋唐宁自逐出宋家，从此往后与宋家再无干系，老死不相往来。唐宁，你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吗？宋郎君耳聋了，我宋唐宁自逐出宋府，从此生死荣辱皆与宋家无关。你宋郎君是想说让我别胡闹，还是想说让我懂事听话些？宋锦修，你从来听不懂我想要什么，也从来不将我的话放在心上。你总是自以为是，克己复礼，却不知最冷漠的是你，最自私的也是你。我自雀山归来，你见了我三次，除了让我懂事听话些，让我别跟宋淑兰为难，你从未问过我半句我身上伤势如何。你看看我这张脸，看看我这一身伤，你有什么资格让我原谅？又凭什么以为我还会重蹈覆辙，被你那些恶心的自以为是约束？我不知道。唐宁，陆郎君还有什么指教？我不知道你伤得这么重，可是锦绣毕竟是你兄长，宋家与你也是至亲。陆之年，宋家私藏逆犯谋害于我，是他们不顾亲情在前，你却让我忍让，你算什么东西？宋唐宁，你别忘了你和陆家还有婚约。马上就没有了。你什么意思？今日因我之事叨扰诸位，这春日宴我就不参加了。姨母，你能不能陪我去一趟宋家，将我阿娘他们的东西取回？好，走吧。月娘，月娘，你不能走。怎么，王爷要动手吗？月娘，我不是，今天的事情我可以解释。解释什么？解释你怎么骗我，还是解释你怎么跟宋家人勾结谋害唐宁？谢天宇，你骗我时就该知道后果。月娘，你要我说多少次，我不是有意骗你的，我真的是为了唐宁着想才被宋家蒙蔽的。月娘，我们夫妻这么多年，你不要这样好不好？之后我再跟你慢慢解释。
荣玉，你当真不顾多年夫妻？谢天宇，我只恨当初自己没有看清过你。来人，拦住他们！谢天宇，荣玉，你我夫妻多年，我本不欲如此，可你身为人父，竟敢伤本王。还有宋唐宁，你当成王府是什么地方？想走就走，给他们拦住，将王妃带回后院。谢天宇，你敢？月娘，我知道你在气头上，我不与你争辩，但宋国公府的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若进去只会添麻烦，你先留在府中，稍后本王会跟你解释。我不想跟你说这些没有用的。谢天宇，你当真要与我翻脸？诸位今日招待不周，让诸位看笑话了。眼下府中有事，本王就不留诸位了。谢天宇。王爷，你强留我和姨母又有何用？今日之事遮掩不住，那许氏的身份文牒我已经送交给了京兆府衙，你就是留着我也拦不住朝廷问罪此事。唐宁，你当真要对我赶尽杀绝？是你们不给我活路。不用跟他多说，这孽障是迷了心智了。宋唐宁，你要毁掉宋家，毁掉王府，你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亏得本王多年疼爱你。王爷的疼爱唐宁受不起。你好好得很。来人，抓住他们。谢天宇，你真敢动手？本王为何不敢？他宋唐宁擅闯王府，扰得本王家宅不宁，夫妻失和，本王没资格管宋家事，总有资格管自己府的事。把宋唐宁和王妃跟本王拿下。快，谁敢？是黑甲卫。宋月的黑甲卫。是萧公主。阿宁，过来。阿兄。唐宁，来我这里。唐宁，你与我之情也该够了吧？你若现在回来，我原谅你，我原谅你今日的任性，以前的事我都不计较。原谅？陆之年，你是不是忘了雀山上宋锦修心狠手辣，你也不遑多让。我那日要是死在皇陵里，半条命是宋锦修要的，另外半条命就是你。你有什么资格来原谅我？你与我本就缘浅，往日纠缠也实属不该。陆郎君身份尊贵，将来自有良缘，往后还是换我宋娘子的好，免得让人误会。什么意思？陆之年，我们退婚吧。阿兄，我想去宋家。好。小燕，你放肆！这里是成王府，不是你小府。你擅自带兵闯入秦王府邸，你这是想要造反吗？我家督主起敬，真是吵闹。本督收到密令，成王府有逆党救人，先帝曾下令连坐一人不剩，本督亲自前来捉拿逆贼。胡说八道，本王府中哪有叛党逆贼？宋家不就是。忘了告诉姨父，我不止将许氏和宋红的事递交了京兆府，还给枢密院也递了一份。毕竟是先帝下旨要处死的逆犯，我总不好隐瞒。宋唐宁，你这个疯子！许氏乃先帝亲旨的满门抄斩，宋家胆敢收养许氏之女，此等不忠犯上之举，等同谋逆。来人，将宋国公府的人带回刑司，胆敢阻拦同罪。小野，你放肆！这是本王府邸，不是你枢密院。正是因为王爷的府邸，我才先礼后兵。你要拿人上外面去拿，休想在本王府邸胡闹。自然不行，本督既然来了，哪有空手而归的道理。你敢？王爷大可试试本督敢不敢。话说回来，本督的行司倒是没有见过宗室亲王，成王若是有兴趣，大可带回行司一并审审。毕竟宋家收容逆犯血脉、伪造文牒的事，成王也有参与。你拿下。王爷，我是来辅助赴宴的，是你叫我来的，救我。
萧督主，许家的事我确实不知，我父亲定然是冤枉的。况且，况且我是朝廷命官，你没权利拿我。侄年，救我！萧督主，怎么，陆大郎君也要一同前去？侄年，救我！侄年！ 本王既然已经抓到了人，就不叨扰王爷了。本都还要去宋国公府抄家呢。小野，你这个疯狗！唐宁，陆郎君还有指教。唐宁，你别这样。 别哪样，我知道你气我，但我真的不知道锦绣他们做的事情。你我青梅竹马，婚事在即，别与我置气，闹了笑话。陆之年，我发现你能和宋锦绣玩到一起，不是没有道理。你和他都一样，听不懂人话。我们是青梅竹马，你也知道我们定亲多年，你却百般疼惜宋淑兰，置我于不顾。 这些年，你对我百般冷淡，我不信你不知道外面有多少人嘲笑我，热脸贴你们陆家冷屁股，说我自甘清贱，纠缠你陆三郎君。你明知外间有多少人嘲笑我，可有替我分辨过半句？你只是摆着你那副世家公子高高在上的姿态，理所当然的享受着我对你的好。青梅竹马，我呸！宋唐宁。 你当真要这样无理取闹？我唐宁，陆郎君是听不懂人话。我们要去宋国公府抄家，你们要不要跟过去瞧瞧？郎君，宋小娘子她不顾与我置气，受了萧炎那阉人的挑拨。 他那么喜欢我，为我下厨，为我学琴，为我做他一个贵女不会做的事情。陆哥哥，这是我亲手做的香囊，送给你。往后只要你待在身上，就像唐宁时时刻刻都陪在你身边。他不可能会离开我。阿兄，那宋家这次……你外祖父的义子顾鹤莲送回的证据确凿，许氏身份本都也查清楚了，宋红窝藏逆犯之女。 宋家上下都逃不过罪责。这顾鹤莲既然是外祖父的义子，那也就是姨母的兄长。那姨母为何从未提起他？难道他们有仇？有仇倒是不至于。他年近四十，一直未娶。顾鹤莲和姨母，之前你姨母派人前往左州送信，是顾鹤莲片刻没停，就派人送去了安阳和阳化。顾家富甲天下。 盘踞左州，从不与京中权贵往来，可本都派去的人只不过提了句程王妃，顾鹤莲却毫不犹豫选择跟本都合作。你说他们有仇吗？原来顾鹤莲喜欢姨母，顾鹤莲按道理说也是姨母的义兄。我本还担心你和宋家决裂之后，多少会伤及名节。 如今宋红谋逆在先，宋国公府朝不保夕，你与他们闹得再大，也没人觉得你不孝。可他们要是攀扯，只要你不愿，谁都不能攀扯你。还是不信本都？不是，我没有怀疑阿兄的意思，阿兄最厉害了。换一句，夸得毫无新意。本都听惯了好听话，这耳朵早就养刁了。 回头让人教教你该怎么拍马屁，下次好能来哄本都，哄不好本都不给饭吃。我这是怎么了？督主，宋国公府到了。什么时辰了？快未时了。锦绣怎么还不回来？这会儿。 天色还早着，又是王府设宴。锦绣和唐宁修好之后，肯定多聊一聊。席间又有其他贵人，咱们府中如今处境不好，
能与人应酬也是个机会，想必不会这么早回来。我国公府往日哪有如此卑微，府中设宴，谁不求着得张帖子，如今却要让锦绣低头求人。锦绣大好前程全被宋唐宁那小畜生给毁了，他当年怎么不跟他娘一起去死呢？母亲，我知道您心中有气，我又何尝不厌恶那孽障，可他如今有萧燕护着，咱国公府经不起折腾。成王好不容易攒了局，等着锦绣哄他回来，您可千万别再跟他闹起来。难道我还怕了他不成？眼下让着他，等他回了府中，看我往后怎么收拾他。不好了不好了，混账东西，冒冒失失干什么？大爷，老夫人，萧族主带着黑甲卫的人来了。放开我！你们干什么？这里是国公府，本官是朝廷命官，你们放开！唐宁，你这是做什么？萧督主，我们府中虽然跟唐宁有些嫌隙，但都是误会，你怎么真能直接带兵闯进来？若圣上知道今日之事，一定不能轻饶了萧督主。圣上如何本族不知道，但大概是活不了。宋弘身居侍郎之位，不思皇恩，反而私藏逆贼许氏之女，谋逆犯上，先将宋家之人全部扣押，送至刑部候审。你胡说八道！什么谋逆？我儿立足朝堂多年，我夫君为大魏而死，我宋家对陛下一直忠心耿耿，你们怎能冤枉我们谋逆？是不是你，宋唐宁？是你契合府中，勾结阉人，陷害你伯父？你个小畜生，我们可是你至亲，你怎么可以这般倒行逆施，歹毒心肠？宋淑兰是伯父的女儿吧？你们将宋弘和许真的孽种塞进二房，充当我父亲血脉，纵容宋淑兰欺我辱我，污我父亲身后名，这世上有谁能比你们更歹毒？你怎么？唐宁，你是不是误听了什么？我从来不认识什么徐真，淑兰，你的确是你父亲的女儿，是吗？那他从素云镇而来，你为什么要替他隐瞒身份，遮掩即出，还威逼京兆府吴大人替你保守秘密？许氏女即素云，宋大娘子，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说你母亲姓李，即出安州？怎么，你母亲见不得人吗？怎么，你母亲见不得人吗？不可能，宋涛明怎么可能知道？父亲明明已经毁了文牒，成王也答应隐瞒。你母亲原名许真，是前太子舅叔许春荣之女，跟宋弘青梅竹马。许春荣后来因为谋逆，被先帝下旨满门抄斩。宋弘为着旧情，将他唤出，豢养为外室，被老夫人发现，想要斩草除根不成。多年后冒出来个女儿，宋淑兰，你可别告诉我你不知道许真是谁。你胡说八道，宋淑兰的母亲的确姓许，可她只是个卑贱继子，我恨她勾引我儿，乱了德行，才不准她入府，将人撵出了京城，这跟谋逆有什么关系？你祖母说的是真的，唐宁，伯父知道你心中气愤，但是我也是被逼无奈呀，若叫人知道我有这么一段露水情缘，只会害了宋府。唐宁啊，祖母是无奈才让宋淑兰入你父亲膝下，你恼我恨我都可以，可是你不能污蔑宋家，你别胡闹了好不好？宋老夫人这张嘴可真厉害，但是不知道一会儿送往行司还能像这般巧言善辩吗？宋唐宁，你也是宋家人，你以为宋家毁了，你能得了什么好处？谁说我是宋家人？刚才成王府中，我已经当众跟宋家断亲，自逐出宋氏一族，从此往后，我和父亲不再是宋家人，你们宋家的生死都跟我毫无关系。老夫人，等去了牢中，
再和宋红、宋淑兰好好辩解许真是谁，看看刑司大牢的人能不能信了你口中那套说辞。弃子，你费尽心思回到宋家，百般手段想抢夺我的东西，如今我就将这些全都还给你。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我是门下侍郎的母亲，是朝廷的诰命，没有陛下的旨意，小燕，你怎敢让人打我？宋唐宁，你个畜生，你个孽种，你和阉人勾结陷害至亲，你啊！唐宁，你不能这样对我，我是你祖母，我是你嫡亲的尊长，你不能这么对我，放开我，你放开我。唐宁，唐宁，你饶了我吧，我母亲的事情我不知道的，我也不想入二房，是父亲，是宋红和老夫人强行把我送去二房，是他们逼我的，我唐宁，你饶了我吧，再也不敢了，唐宁，你饶了我吧，唐宁。话真的，捂了嘴，我走。别听，放开我，唐宁。门下侍郎宋红勾结立太子旧臣，私藏逆犯，与其苟且，诞下一女，以宋淑兰之名嫁祸宋家二房。进京查实，宋氏藏匿逆犯罪证确凿，将其逮捕下狱，等候陛下圣裁。宋家那边留了点人清点你父母的遗物，说是少了些什么，记得摘录下来，到时候宋家抄家时补足于你。本都还得进堂宫将宋家事处置干净。阿兄，去忙你的吧。阿兄，晚上早些回来，我让厨房做好吃的。知道了。女郎，你脸怎么这么红啊？没什么。晚上记得去御膳房拿些甜糕回来。都主疼女郎了。养小孩罢了。拜见陛下。说吧，惹这么大的乱子，你怎么想的？这宋家的事与成王和陆家有关。这成王看似安分，实则与世家往来过密。而皇后和四皇子更是仗着身后有陆家，屡屡与陛下进犯。臣看似查封宋家，实际是在敲陆家的警钟。不过其实臣也是有私心的。这宋家屡次欺压臣的义妹，长此以往，朝中怕是无人畏惧微臣，替陛下震慑诸臣。微臣是陛下手中的利刃，若这利刃的锋芒受损，不再让人生惧，那陛下就没有留着臣的意义。你这奴才越发胆子大，自个儿去领十个板子，若有下次，小心朕扒了你的皮。那宋家就按你说的做吧。既然宋红勾结逆贼欺君罔上，那国公府爵位也不配留着。至于成王和陆家，盯着点儿。微臣遵旨。陆主，您好歹装装样子，喊两声出来，得让人看出你至少十天半月下不了床。去御膳房拿些点心回来。是。唐宁，在想什么？我想不明白，成王为何对姨母这般。你是觉得他另有所图？阿兄能猜到为什么吗？本都又不是神仙，什么都知道。但你若想查着成王过去的事情，
本都帮你查就是。真的？高兴了？嗯。下次想要本都帮你做什么，直接说就是了，不需要使这点心眼。本都教你的，倒先学着对本都用了。苍浪，去查成王过去的事情，凡是与他有关的，掘地三尺也查出来，否则宋小娘子该生气了。宋娘子放心，我这就去。阿兄早就知道了。当然了。那阿兄还故意逗我。咱家阿宁好不容易使次心眼，本都不得全力配合一番。说谎的时候要淡定些，要盯住对方的双眼。就像这样。我去看姨母，阿兄我先走了。你这是怎么了？脸这么红。没什么，跑太快了。走这么快做什么？也不怕摔着。来，喝杯水缓缓。我这是怎么了？他可是阿兄。宁儿。我慌什么呀？宁儿。宁儿。姨母。怎么了？姨母，你和成王。我会和他和离，我和他也再无可能。一郎，这两日朝中可热闹了，有弹劾宋家的，有弹劾陆家的，还有成王府的，听说就差呀直接打起来了呢。你怎么知道？苍浪跟我说的呀。他还说朝臣想趁机拉萧督主下马，结果陛下只是小惩大戒的，说是杖责了萧督主十棍子，此事就接过去了，反倒是宋家那可惨了。阿兄被杖责了？苍浪说是打了，说是要给其他那些朝臣交代。阿兄被杖责了却一声不说。奴婢听苍浪说啊，宋国公府被查抄了，国公府的爵位也没了，陛下看在老国公的面上未曾要他们性命，但抄没了宋家所有家财，宋锦修往后也不能入仕了啊。还有成王和陆家人，听说呀陛下当朝训斥了他们，现在他们肯定鸡飞狗跳的，哼，叫他们欺负女郎活该。这就叫报应。女郎，陆家来人了。是谁？陆三郎君。他怎么来了？奴婢这就将人撵走。不用，把人带去前厅。女郎，我跟陆家的婚事也该解决了。郎君，宋小娘子今日愿意见你，想来先前说的也是气话，我知道郎君心里不爽快，可宋小娘子毕竟是女子，您待会儿见了她和气些，语气软和些，哄她开心就好。什么时候我的事情要你来教？是唐宁。唐宁。唐宁，你还在生陆哥哥的气吗？陆郎君。唐宁，那日在雀山上我不是有意让你受伤的，我们好好说话，陆哥哥和你解释好不好？陆之年，我还从没见过你这么低声下气过。你当真要与陆哥哥说话这么难听？陆之年，我该换哥哥的那人如今在刑司待着，你这般迫切想取而代之，还是想去牢里跟他团圆？督主，这不是那日您怼成王的话吗？你当真说话要这么难听吗？宋唐娘，你该适可而止了吧。郎君，宋娘子，自从你出事以后，郎君一直悔恨不已，之前为了听您说话还挨了老夫人一顿鞭子，您就别与郎君置气了，他眼下身上还有着伤呢。你受伤了？一点小伤。什么小伤？郎君，你何必跟宋娘子逞强？宋娘子，老夫人他们这几日为了朝中的事情动了大怒，郎君为了您挨了打，那背后都是血淋淋的。你当真伤了？你别听苏沫胡说。那他说的是真的吗？陆家家法严苛，祖父祖母他们顾及族中颜面，但你是我未婚妻，无论如何我都会保护你。
陆哥哥。哎，杜主，那女郎怎么被说动了？那姓陆的一看就在说谎，我进去戳穿他。无碍，他在逗乐子，让他玩。我竟是从来没发现陆哥哥这么在意我。你既然为我受伤，我自然不能坐视不理。不要，我心甘情愿。哼，你做什么？替陆哥哥上药啊。你为我受了家法，我自然心疼。你我未婚夫妻，不用避嫌。青天白日你在胡闹什么？这里这么多下人，你我还未成婚，怎能如此梦了？你将来是要当陆家宗妇，须得记得女子贤顺，谨言慎行。你这样胡闹，要是被人看去了会怎么议论？你这些年学的规矩都去哪儿了？陆之年，你是怕我厮混胡闹坏了陆家规矩，还是怕你堂堂陆家三郎卖惨示弱被人揭穿啊？宋唐宁，你在胡说什么？宋娘子，你怎么能这么误会郎君？郎君身上的伤是真的，老夫人他们眼里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本应该留在府里养伤，可就是放心不下你才来看你的。是吗？来人，扒了陆之年的衣服，咱们好好看看陆郎君伤得有多重。干什么？放开！滚开！滚开！你们陆家的家法是这样的呀，陆郎君的伤当真是重啊。阿娘，你听我解释。解释什么？解释你是怎么主仆勾结骗我，说你怎么将我当成傻子。你是觉得你只要稍微示好我就会回头，还是觉得我受再多的委屈只要能嫁进你们陆家那就是天大的荣幸，能够抵过一切苦难？陆之年，我不是非你不可。唐宁，你听我解释，我知道错了。你我青梅竹马定亲多年，我一直都知道你要嫁给我，陆家的宗夫也只会是你，我从来没有过别的心思。郎君，青梅竹马定亲多年，我知道你一切喜好。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吗？你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喝什么爱穿怎样的衣服？陆之年，但凡你能说出来一样，我就认了你这句青梅竹马。花无，陆之年，我们退婚吧。这些年你视我为累赘，从不愿跟我亲近，既如此这婚事就此作罢。陆家这些年送我的东西我全都未曾动用过，我让花屋装箱收了起来，全都归还于你。也请陆郎君将陆府从我这里哄骗走的东西归还于我。需要我告诉你哪一件是你的吗？往日我主动在陆郎君身上花了1800两银子和一些小物件，我就不计较了，全当是为我这些年眼瞎付了药钱。可是其他东西却是陆府从我这里哄过去的，陆郎君不会不认账吧？宋唐，这些身外之物要不是你跟我定亲，要不是我把你当成自己人，陆家怎么会稀罕那些外物进府？那你就让这些东西全都还给我，一件不是，少一件那就是你们陆府无耻。你三日期限，若不能将东西一件不少的还回来，那我只好上京兆府状告陆家，到时候撕破脸皮陆郎君便先丢人就行。我手中旁的没有银子吗？多的是，我不介意接这几个寒门学子，大把银子撒出去，想必他们都很乐意替陆府传扬美名。宋唐宁，来人送陆郎君出去，将陆府这些东西也一并送出去。放开我。陆郎君，你们陆家既然看不起我家女郎，我家女郎也不稀罕你们。这些东西是你们这些年送给女郎的，还给你们，也还请你们陆家将这些年从我家女郎手里哄骗去的东西给还回来。陆家家世显赫，送给未来孙媳的东西自然珍贵无比，你们可要记清楚了，这东西得亲自送到陆郎君手里，当着陆家所有人的面点清楚了，免得日后赖账。
这就是陆家送宋小娘子的东西、啊、真的假的？陆家怎么这么寒碜呀、啊？跟你说，我打眼一瞧，这些东西连个小箱子都装不满。我记得陆宋两家定亲好些年了吧？真磕碜、哎！你刚才没听说陆家还骗了人家宋小娘子东西呢？丢不丢人呢？你哎呦，急了！郎君，是金鱼向宋娘子，他真的命人把那个箱子送来了。他说让你别忘了三日之约，外面那些人敲锣打鼓吵得厉害，还让郎君亲自去接。郎君，宋唐宁，这次做得不错，只是下次别扒衣裳，脏眼。拿过来，手还疼吗？阿兄，我不是故意的，刚才也是没留意。伤口无碍，结痂的地方有些裂了，上点药止血就好。看我干什么？我以为。以为什么？我会训你。这陆家和宋家不一样，他们身后有皇后，想要跟陆家解除婚约，全身而退，激怒陆之年势在必行。这次有进步，知道让人守在一旁，见识不对将人撵了出去，下次再接再厉，争取让他人见血，不能让自个儿受疼。阿兄，哪有你这样教人的，我要是个嚣张跋扈的，还不得被揍得无法无天啊。那也挺好。唐宁和萧祖是不是太亲近了些？宋唐宁这个混账讨债鬼，那些东西是他自己送进陆家的，如今居然讨要，还这般折辱三郎，这女人绝不能嫁进我们陆家，她凭什么当我们陆氏宗妇？她要真想嫁进来，怎么会跟我撕破脸？唐宁他要退婚，不能退。祖母，那个清单是不是真？你们真向唐宁讨要了那么多东西？那不是他主动给我们的吗？荒谬！那个清单上清清楚楚写着，哪样是送的，哪样是你们讨要的。宵夜的人站在门口，一样一样的念了出来，你们还想狡辩？把东西拿出来，送回金云巷。不行，那东西已经送给你大姐带去婆家了，怎么能要回来？那明明是宋唐宁孝敬我们这些长辈的。我说了，还回去，不退婚，但东西必须还回去。还是你们真想让陆家名声扫地，往后在朝中被人讥笑？侄女，这东西还不回去。祖母，那些金银摆件倒也罢了，可是一些荣太傅留下来的宝贝却是被四皇子拿去用来拉拢朝中一些老臣了。四皇子亲手送出去的东西怎么可能要回来？四皇子他拿了多少？一大半。陆之年，这些东西你少还一件，我们京兆府见。快去找皇后姑姑，让她想想办法。玉郎，刚刚皇后的贴身宫女来，您就这么把人气走了，相当于跟皇后翻脸了，这样好吗？我跟陆家撕破脸时，与皇后就注定两难安好。还有，陆之年就算不肯退亲，也会第一时间将东西全都送过来，甚至狠狠地甩在我脸上，对我说，陆家不稀罕这些东西。可是如今，出面的却是皇后，你觉得是因为什么？奴婢不知。陆家的人动了从我这里哄骗去的那些东西，或者说那些东西他们还不了，才不得不请皇后出面来压我。你说什么？他连皇后旨意都敢违抗？他执意要与陆家翻脸，要陆家和皇后难堪，他是要将陆家的颜面踩在脚底下。这个小畜生简直就是个祸害。
他不能留了。王爷是说，那些东西还不上，他执意要闹上京兆府，不肯退让。眼下只能让他死了，绝不能让皇后和四皇子声名蒙尘，还有那个萧燕，那厮借着宋家事抓着不放，哼，他也不能留了。女郎，你快瞧，这桃花开得真好看，与碧芳猜瞧了，后院那些海棠啊，也好些都苦花苞了呢，过两日应该就能瞧见花海了。昨日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督主带着苍浪匆匆忙忙地出了京，苍浪还说给奴婢带花糕呢。人家可是黑甲卫统领，怎么隔你这儿就成了个跑腿买甜糕的了？女郎，这小丫头呀，也到说亲的年纪了。王妃。哎，宁儿，你这簪子倒是别致啊。阿兄送的，那日阿兄闲着无聊叼了出来，便随手送了我。宁儿，你可知道这男子送女子发簪是什么意思啊？宁儿，这萧燕可是太监。女郎不好了，女郎，督主受伤了。什么？你说什么？他在哪儿？快带我去。女郎，你慢点。唐宁，属下没告诉女郎，回去取药的时候无意间碰到了花舞，属下身上有血，这才没瞒住。别急，无碍。是挺无碍，不就是肚子上被捅了两刀，差点没命。出去，别听苍浪乱讲，只是一时不察被人钻了空子，划了点皮。真的？嗯。那就好。不是说与你无关了吗？哭什么？你这般旁人看了还以为是你受伤了。阿兄骗我。阿兄不是故意骗你的，只是不想吓到你。没想到苍狼这么蠢，还是被你发现了。阿兄还骗。阿兄。阿兄无碍，叫苍狼进来给阿兄上药。我可以给阿兄上药。不用。阿兄你怎么了？你是不是伤口疼得厉害？我看看。唐宁。我也是男人。本督虽是太监，但依旧有男女大方，你尚未出阁与我太过亲近，会伤你名节。可你是我阿兄，我不在乎旁人怎么说我，只要你不厌我，而且阿兄受了伤，我想要陪着你。你说你想陪着我。阿兄，你可知道你这些话在男人耳中意味着什么？阿兄，太监也是可以娶妻的，是你找我的。瞧你怕的，往后可别随便与人说要陪着他，就算本督是太监也不能说，本督会当真的。阿兄，本督逗你玩呢，出去让苍浪进来给本督换药。是你招我的。女郎。女郎你怎么了？刚出来就心血不宁的。没什么，苍浪可有跟你说是谁伤的阿兄？苍浪说好像是陆家死士。陆家？嗯。苍浪说督主原本可以不这么早回来的，但他听说陆家让皇后派工人找了您，怕您受委屈，这才一路赶回京，才会在半路被人设伏。为了我。苍浪还说呀，这一路可危险了，督主流了好多血，本来该就地疗伤的，但他一夜回京，路上颠簸和伤势加重，但又怕回府吓着您，这才让苍浪回府拿药，但没想到被奴婢撞见了。女郎。女郎。女郎。那些个瘪犊子下手可真狠，要不是督主躲得快，这两刀真就要人命了，好在没伤到要害，
伤口虽然深，养些时日就能好起来。杜主，你怎么了？没什么。您是不是和女郎吵架了？没有。没有才怪呢，我刚才看女郎出去的时候眼睛都是红的。她哭了。可不是，属下瞧她挺难过的样子，走时我跟她招呼都没理我，就连花无那小丫头都瞪我好几眼。不是属下说您，女郎知道您受伤就急匆匆地赶过来，路上还差点摔着，她可是真关心您啊。督主干嘛惹她生气啊？我没惹她。可是你今日话多。督主，女郎出事了。你是谁？你想干什么？咦，居然醒了。你说我想干什么？荒郊野外的，你这么个漂亮小娘子，自然是做些让你快活的事。滚开，滚开！唐宁，唐宁，你没事吧？身上有没有受伤？陆之年，别怕，陆哥哥带你出去。走。郎君，宋娘子她……闭嘴！唐宁，今天的事情不会有其他人知道的，我保护你。陆哥哥，唐宁，宋娘子，你疯了！我家郎君是来救你的。救我？你们陆家找人家我掳走，让人辱我清白，再让他来当这个救世主救我于水火。唐宁，你听我解释，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是怎样？阿兄前脚才被人行刺，我后脚就被人辱，偏偏这你陆之年这么凑巧，敢在我被人辱了清白之前将我救下。怎么，你们陆家还瞧不起那些东西，让皇后出面不仅，还想铤而走险用这种恶心手段让我被人看见辱了清白。你在不计前嫌地说要娶我，到时候我必定感恩戴德，对你们陆家死心塌地的。陆之年，你可真够恶心。唐宁，够了，我不想跟你说，放我走，否则今日就给你们郎君收尸。你敢？你看我敢不敢。我不是从前的宋唐宁，任你们陆家揉搓了，如若今天你们不放我走，大不了我拉着陆之年一起下地狱。别伤害我家郎君。放我走。陆之年，你也不想没命吧？放他走。给我马。别管了。去给他钱吧。唐宁，我是真的想要救你。你别忍，你放开我，我放你走好不好？你以前那么喜欢我，我只是做错了雀山那一次，你就要这般跟我决裂。唐宁，你别这么绝情。你闭嘴，陆之年，别再说这种恶心的话，逼着我要了你的命。宋唐宁，你当真对我没有半点情意？你往日那么喜欢我，那般想要嫁给我，你为什么说变就变，帮着萧炎那个阉人来对付陆家？不许侮辱阿兄。阿兄他是个太监啊。太监又如何，阿兄就算身体有缺，也比你这种无耻之徒好一万倍。他好，井中人谁不骂他燕贼不得好死，凡是有身份的人都不屑与他为伍。你别看他现在权势滔天，嚣张显赫，我告诉你，他定会被五马分尸。闭嘴！你自诩君子，看不起燕人，殊不知你连我阿兄一根头发都比不上。你们这种人永远看不到我阿兄有多强，看不到他文武双全，智谋无双，你们只看到他身有残缺，就觉得他应该如蝼蚁蛇鼠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苟延残喘。他是太监无错，身体残缺也无错，他错就错在比你们任何人都要优秀。以残缺之身站在阳光之下，比你们这些出身世家却一无是处的伪君子更加艳人夺目。宋唐，你喜欢上那个阉人、不是我变心，是你变心了。你喜欢上了其他人，喜欢上了萧炎那个阉狗。宋唐宁，他是个没根的东西，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闭嘴。唐宁，我知道你生我气，我知道你还喜欢我，你别跟我生气，你跟我回缙云巷，以前的事情我都不计较，我们还和以前一样好不好？唐宁，我喜欢你。陆之年，如果是半年前你跟我说这句话，
我应该会开心至极。你要的不是那个对你百依百顺的宋唐王，还是不顾脸面、不知廉耻、捧着一颗真心被你践踏的傻子罢了。你不是喜欢，你只是不甘心那个一直围着你转的女子不再看你罢了。你永远都不会明白阿雄对我有多重要。你闭嘴！马呢？想看着你们郎君去死吗？来了来了，马来了！宋鬼只你一人。路人说不能让他活着。宗主，唐宁，唐宁，阿雄，别赶我走。阿雄不敢。都给我搜，就算把林子掀了也要找到毒主和宋娘子。阿雄，我好害怕，他们都欺负陆之念，让人回我清白，他还假装救陆，我才不信他，他还骂你。别怕，阿雄教训他。阿雄，别赶我走。阿雄不敢。我不在乎的。阿雄，最好。阿雄是太监，我也想陪着阿雄。阿宁，是你先招惹我的。怎么回事？都这么晚了，去的人怎么还没回来？王爷莫急，兴许是夏雨耽搁了。陆老夫人，不是我说，你们陆家养了那么多年的死士，居然连个萧燕都杀不死，还让他回了京城。好在重伤了他，能把宋唐宁骗了出去，将他趁机掳了。只要等到明日，他声名狼藉被扔回京城，本王倒是要看看他还有什么脸面闹。王爷英明。老夫人，别到时候你家陆郎君对那宋唐宁还余情未了，心软坏事。王爷放心，今夜过后，宋唐宁清白尽毁，知年也不会喜欢他了。到时候弄进府给知年做个小妾，拿到了皇后娘娘想要的东西，还能叫人赞我们陆家一句有情有义。王爷，不好了，黑甲卫带人把王府抄了。什么？别杀我！别动，老实点，老实点，别动！走，快点！皇后娘娘不好了，宫外出事了，黑甲卫拿了成王府和陆家的人。陛下，萧督主拿了成王和陆家，让他折腾。方才有人到皇后宫中报信。皇后，朕就知道他跟成王有蹊跷。还有陆家，哼，成王府的人和陆家的人一起拿了，成王派人谋害督主和女郎，罪证确凿。但是陆家，陆之年死不承认，只说他是去救人，其他人也都不知道。不知道，督主待会儿去早朝，怕是还有的吵。昨夜的事情闹得太大，今日怕是有很多人弹劾。世家那边也会趁机攻击，本会怕他们。牛郎，你醒了，牛郎醒了。还难受吗？阿雄，你全忘了。
我记得的。阿兄是太监，却也是我心悦之人。旁人会笑话我，可我不怕。我想陪着阿兄，阿兄比谁都好。阿宁，我不想再做你的阿兄了。方统领，马车备好了，督主可是现在上朝。怕什么？本都是该去上朝了，不过谁告诉你本都是太监的？好好歇息，我去上朝了。骗子！